它完全高弹性的，完全高弹性的弹力网纱。这个颜色呢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是米杏色之外呢，完全就是这种泡泡冰凉的立体压纹布，这个我超级推荐的，因为它的这个花纹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之外，整件弹力冰凉丝滑，而且它手袖做有点微蓬蓬，整个你看得到的布料全都是走高弹的，所以呢穿下去，不论你里面是有搭衣服、背心，还是比基尼，还是上衣，都非常非常的轻浮舒适哦。那后面呢，就是完全若隐若现的强度的部分给大家看一下，妞儿身高161，大概落在我的小腿肚中间，所以呢150的粉丝稍微再长一点点。如果大家买一些小碎花样，我跟大家说，他们就是最佳拍档了。到了春夏天，很迫切需要这样的东西哦。它黑色我觉得就多了一个神秘跟小性感。那黑色的话呢，我建议大家其实下身可以搭一些牛仔短裤类的东西，或者是就是比较亮的东西，我觉得穿起来也会蛮好看的，或者是像妞儿这样比较率性全黑也 OK。那黑色的话，你看其实搭一个比较亮白的裤子，我觉得它整体的造型会不太一样哦。然后手呢，你看它是做这种小缩口，然后弹性的，都是弹性的，所以呢，不论你是要拉袖子、放袖子、做事啊，我觉得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跟非常非常的便利哦。